全国养牛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吉林养牛胡哥啊。因为呀现在呀天气非常炎热，发生啊牛犊喘的这种情况那是非常的多。最近也好多咱家粉丝跟朋友问胡哥说，这个牛犊啊喘咱们应该怎么办啊？牛犊喘啊，如果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，你记着不用打针不用用药，咱们只需要啊用一斤白酒啊三斤水混合在一起啊，把这个白酒跟水啊慢慢啊拍到牛犊身上啊，均匀的涂抹在牛犊身上啊，把牛犊身上的毛给它抹湿啊，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，轻松啊解决说这个牛犊因为天气炎热喘这种情况啊。麻烦你给个双击加关注，每晚8点直播，分享养牛技术。